轻松的出生的吗？对，去年你知道吗？韩哥穿了一个王者的衣服，然后我随便那么说了一下王者归来，然后所有人开始互动啊，说你说的太漂亮了，他就是走路带风。最近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因为很心疼你啊。对，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对，就是那天就是看你一跃而下，其实真的让人很揪心啊。是吗？真心的。所以今天你看，哥哥们等了很久很久。已经很啊，对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深圳了。对，我上次演唱会以后感觉好。这一次韩庚入围了，同样是6项大奖啊。对于拿奖来说，可能不再新鲜了。但是其实对于这样的盛典，对于音乐的肯定，我特别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晚上比较期待的奖项是什么？其实我每次来参加风云榜的时候，都是非常紧张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奖都非常有分量，每一个奖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鼓励。那今天晚上我很希望能得到一个关于专辑的一些奖项。关于专辑？对对对，因为去年呢，大家也一直在辛苦去准备第二张专辑，所有工作人员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那我也希望能在这个音乐上能得到肯定。我相信，因为音乐风云榜的韩庚真是一直在成长，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今天晚上6项全部收入当中，是吧？是吧？如果全收入了，我们至少要回馈一下歌迷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说。你们想要怎样啊？握手啊！好，全部都拿了以后，绕场一周跟大家握手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期待一下，谢谢金凯哥，这边请。OK， 等一下，来，你可以拍照的时间。真心，如果觉得6项全部收入囊中的话，是件最幸福的事情。